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，稍后可能改发三号强风信号。强烈热带风暴珀布目前集结在香港以东约280公里，预料向西移动，时速约20公里，吹向广东。郑英树现在就在湾仔金紫荆广场。郑英树，风几时会最接近本港呢？天文台话啦，个风咧会喺听日朝早最接近噶，而佢嘅外围雨带咧亦都会逐渐影响本港嘅天气，会有狂风骤雨。咁预计咧稍后嘅时间有机会改挂三号风球。受到喺呢个西北太平洋嘅另外一个热带风暴蝴蝶嘅影响咧，佢嘅移动速度咧就系显著咁样系减慢咗嘅。天文台就將會係喺今日黃昏至到今晚咧，有可能需要考慮咧，就係發出呢個三號強風信號嘅。而家嚟講話需唔需要發出呢個八號嘅烈風信號咧，都仲係言之尚早。佢嘅外圍雨帶咧係逐漸移近我哋嘅。咁香港嘅天氣咧就會變得係多雲同埋有零散嘅狂風驟雨嘅。而天文台亦都呼吁市民做好防风的措施，尽量远离岸边和停止一切的水上活动。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，先将时间交回有线新闻中心。好，谢谢。